2021年还剩下2天，这是莫斯科市中心的中心儿童大世界，去看看俄罗斯人备年货。前面是KGB的总部，圣诞树。70-80年代出生的孩子，每次都是一到过年是最开心的，因为有新衣服穿了。现在的孩子生活条件都好了，想穿新衣服随时都能买。1953到1957年建的。非常漂亮。哈姆雷斯。旋转木马，负一零层，一层二三四五六。这么多层，儿童大世界的餐饮区人很多。想找一个好的角度拍，但是这餐饮区里边坐了满满的人，没有办法拍。5楼，4楼也有一些餐饮。3楼，这写的是2楼，但是这个2楼从这儿直接出去就到街面上了。俄罗斯著名品牌阿利旺卡。从2楼下到1楼。Thank you.